少人都喺九龙湾翻工，有时 lunch time 想揾个地方 hea 下，可以嚟呢个乡下嘅空中农庄，免费开放噶。特别嘅地方，农作物唔系用种植箱种植，真系种喺一行行田度噶，双脚踩上去感觉好唔同。另外仲有香草主题工作坊啊！